今天我正在录《爱情保卫战》，我有一个朋友给我发了一条信息，说：“哎，王岳伦发一条微博，说和李湘因为长期的性格不合、感情破裂离婚了。”当然，这个微博信息我去看的时候已经没有了。恰好啊，我今天录节目的时候，也有好几对要调解的夫妻说自己是情感不和，这就让我想起啊，我之前看到了有一个司法大数据离婚纠纷专题报告里面说的，感情不和真的是导致夫妻离婚的主要诱因，在140余万件离婚纠纷案里，夫妻感情不和的占到77.51%，这么高的比例，剩下的10%几的离婚原因，一个是家庭暴力，最后一点点才是婚外情。所以在很多人的认知里啊，情感不和就是不爱了，但是在我的角度看来，真的不是那么一刀切的，没那么简单。情感不和具体会在很多方面会有体现，只是在这些体现的时候，很多人是不以为然的，他们碰到了以为我不用处理也就没有什么事情，然后很快就会好起来，最后这些事情小小的积累，小小的积累，最后才变成了情感破裂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所以今天我就要跟你们说一下什么叫情感不和或者感情不和，你们自己对号入座一下，就是如果你们夫妻俩恰恰有这样的情况，那好，你们赶紧及时调整，这样的话你的婚姻是不会有太大问题的。首先第一个，我们说三观不合，比如很多人说的三观不合就是你喜欢旅游我不喜欢旅游，那就是三观不合。不是的，你喜欢旅游他喜欢宅在家里，这真的不叫三观不合。但如果是喜欢宅的这个人认为旅游是浪费钱和时间的，是毫无意义的，那喜欢旅游的认为你宅就是你没有追求，你没有意义，那这就是要三观不合了，叫观念的不统一。那第二个，生活不合。研究显示啊，在不幸福的关系当中，有85%的不满意来自于夫妻生活的不和谐，这你们都懂的。我们说好的婚姻是亲密、激情和承诺缺一不可，缺少了亲密感的婚姻，就算两个人好像其他很多事情还可以配合，还可以做到，但每个人心里都会感觉有非常大的距离。这就是很多夫妻说的一句话，说我们生活在一起很多年，怎么变成左手摸右手没有感觉了？还有好像我们就是搭伙过日子，特别没感觉，就是这个原因。那第三，我们叫婆媳不和。婆婆媳妇儿这两个女人之间真的能有多少仇恨，之前都是不认识的，他们俩吵架还不是因为老公有些时候真的主次不分，大家庭和小家庭的边界不清晰，既想多一事儿不如少一事儿，又想啊妈妈和媳妇儿对她的好两头都站着。所以婆媳不和的实质其实还是夫妻的亲密同盟没有稳固的建立起来。在我们的生活，在我们的感情里，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性格和处事方式，那如何做到感情和我们的关系能够长久稳固，那关键就在于那两个词，磨合和包容。这两个词真的，磨合和包容才能让我们的婚姻继续走下去。我们真的谁也无法预测爱情的走向，无论是白头偕老还是渐行渐远，但理性坦然的面对，多留一分体面，才是给双方最好的交代。